又往前刮了一套伤害，吉海伦直接补一个这个星星瞬移，把这个状态也补起来，没有瞬移。哦，再拍三只，哇，往这边去拉四只，有两个队友在下面推塔，我的天，上面差了一点的，还好皮卡叔叔拉满的。哇 ，T1 好帅啊！这一波、要用这个自然领域把流血隔开，但还是不错的，先把塔给点掉。水空还在后面滑，要牺牲皮卡了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牺牲你兄弟？燕翎直接冲进来，滑掉两只，一个残血，又带走了第二个，瞬间可以开始摸珠宝。16分13秒，距离我的17分钟逆转比赛，哇，不需要。